报告委员会出席五人数五人，已知法定人数。好，报告委员会，宣布开会。首先由进行进行报告事项，请议事人员宣读。报告事项宣读本会及本会召集委员选举人名单，需要一丁委员守中，需要二李委员庆华，需要三钟委员少和，需要四李委员复兴，需要五委员清池，需要六徐委员耀昌，需要七林委员昌明，需要八廖委员国栋，需要九萧委员景田，需要十李委员俊毅，需要十一潘委员孟安，需要十二苏委员郑清，需要十三陈委员明文，需要十四严委员清标。宣读完毕。好，报告委员会现在进行选举事项，请议事人员宣读。选举事项，选举第七届第八会期本会召集委员案。依本院各委员会召集委员选举办法第五条及第八条规定，业经本院朝野协党团协商结论，本同意本会以推选方式办理。请议事人员宣读。立法院人事处函109月20日，简送109月19日星期一上午11时本院朝野党团协商结论，请参照该结论决定事项即本院各委员会召集委员选举办法第五条第八条之规定办理。协商结论109月19日星期一上午11时，地点二楼会客室。决定事项：一、本院第七届第八会期交通委员会召集委员同意以抽签方式推选之；二、其他各委员会召集委员分配如下，并同意以推选方式行之。经济委员会分配之委员是国民党两席。一、请各委员会召集选举召集委员时，参照前项分配表办理。处理二，各委员会召集委员名单，请各党团于选举前送达各委员会。主持人王金平，协商代表林义士、赵丽云、蔡黄郎、翁金珠、柯建明、严清标、林炳坤。宣读完毕。好，谢谢。报告委员会，立法院第七届第八会期经济委员会召集委员推选结果如下。推选林委员昌明及李委员复兴为立法院第七届第八会期经济委员会召集委员。如果没有其他意见，散会，谢谢。